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的家有几个宠物？ What the child有五个宠物？ 他们是两只兔子，一只鸟，一条蜥蜴和一只狗。你呢？我的家有七个宠物，两只兔子，一条鱼，两条蜥蜴，一只猫和一只狗。 你的狗是什么颜色？我的狗是黑色的，它叫Night。 你的猫叫什么？我的猫叫Suna，它会玩皮球。你为什么没有养鱼？ 因为我有很多宠物，所以不养鱼。你的鱼叫什么？我的鱼叫鱼，它是蓝色。你的 兔子喜欢什么吃？我的兔子喜欢吃菜。你的鸟会不会说话？我的鸟会说话。你的兔子喜欢吃苹果？我的兔子最喜欢苹果。我想吃，公园再见。再见。Wash, wash.